现在开始进行国事论坛，每位委员发言三分钟，请吴委员自扬发言。主席，各位同仁，这个星期二，荷兰海牙的常设国际仲裁法庭正式宣布了菲律宾南海仲裁案的裁决。这个裁决严重侵害了我国的主权，不但否定我国传统 U 型线的历史性权利主张，还将我们南海里面最大的岛屿，同时也是我国固有疆域的太平岛矮化成为岩礁。这让我国丧失了原有的专属200海里的经济海域以及大陆礁城等海洋权利，也严重侵害了我国在经济上的一个权利。但是我认为这一次的危机其实也可以是一个转机，就看我们蔡总统跟各朝野党派怎么样来合作。我看到从昨天开始，各党派已经开始在协商，大家一致认为我们的主权不容侵害，不容动摇。我认为立法院作为最高的民意机关，应该要共同决议，做出一个指标性的声明。所以今天特别要拜托立法院苏院长再次召开协商会议，来做出明确的决议，发表南海的声明，来共同维护台湾的主权。同时，这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各党各派不分蓝绿。稍微有一点共识，我希望大家也能运用这一次这种和解的氛围，这种气氛不要互相在恶斗，我们一切以民生为依归。另外呢，我认为这一次的南海的危机也是一个改善两岸关系的一个契机。这一阵子两岸关系虽然没有说完全破裂，但是的确不是非常热烈。那这一次呢？因为南海的这个仲裁呢，由于大家所争执的是中国在1947年，他主张1947年中华民国内政部宣示主权时所公布的南海诸岛位置图这个也延续了我们中华民国当时的一个宣布所以这一次虽然他在整个仲裁案里面是主要被挑战的对象，但这个岛实际上。现在在治理跟拥有治权的是我们中华民国，所以两岸应该思考怎么样利用这个机会，暂时搁置两岸的争议，来共同合作，来维护南海的一个主权，来开发南海的经济价值，这样子才能追求我国最大的利益以及对渔民最大的权利的保障。我建请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好好的把握这个契机不是只有登舰宣誓毫无作为，应该团结蓝绿，而且促成两岸合作。谢谢。谢谢吴委员。下一位请廖委员国栋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媒体的朋友，在仲裁案报告之后呢，我们终于看到了许多真相。其一，太平岛呢到底为什么会被判为是礁？当然主要是要弱化中国大陆所占有的这个黄岩岛，因为如果最大的太平岛都被判为是礁，那所有在南海上的这个岛礁呢，全部当然就是不能称为岛，就没有所谓的经济海域。那么这个南海仲裁报告出来以后，最大的受益是谁？当然是美国，当然是美国。美国一直以来在全球各地都是以国家利益至上，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例子只要是美国的利益在哪里，他们的军力就在哪里。第二，如果我们对仲裁的看法是对的，那么我们要问蔡政府在事前是不是曾经意识到必须要跟美国来做沟通？是否曾经用实际的作为强调太平岛的地位？
那么仲裁出炉以前，特别把两艘的军舰撤回，到底意义是什么？是不是因为造成了今天误判了台湾的态度？这个我们必须要检讨。其次，国际法上啊，一直都有强权国际法的这个事实哈，因为只有全国同意的国际规范呢、这个国际法才会像国内法一样有实质的拘束力。所以台湾如何在美国要牺牲太平岛地位以证明黄岩岛的世交的前提之下，有没有跟美方沟通？这个值得我们政府来思考。而且呢，蔡总统，我真想问，有没有跟 AIT 来做沟通？其次呢，求人不如靠自己。总统除了登舰以外，还有没有其他实质维护主权的一个行为？否则，登舰只是一场秀。如果美国不吭声，事情大概就这样子照剧本走下去了。对我们而言呢、我们会变成没有机会来声张、来主张我们对太平岛的主权。事实上，我们占领太平岛已经有四五十年，那个是我们的国土，这是非常清楚的啊。所以我们要求蔡总统组织一个庞大的一个代表团、考察团，直接到太平岛去做考察之外，最好把陆战队重新再派驻。最重要的是，这个国防外交是总统的职权，总统有责任针对这件事情到立法院来做报告。谢谢廖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欧博发言。主席、苏院长、本院同仁、各位媒体记者，大家好。今天是立法院本会期最后一天，也是国事论坛最后一次建言。国事这两个字呢，是指国家大计，这就是本席珍惜每一次上台发言的原因，自勉能够为国家奉献一些心力。时序呢，进入七月，我们台湾这个国家很不幸运，在七月一号，一个金江舰的中士呢，竟然发射一元的熊山飞弹，造成一死三伤的不幸。七月七号，一个社会边缘人在火车上呢，引爆土制炸弹，炸伤了25个人。七月八号，17级的尼伯特台风呢，造成离岛的绿岛、兰屿以及台东呢满目疮痍。七月十二号，国际法庭呢仲裁我国太平岛为一个援交，仅能主张12海里的领海，而非200里的经济海域。人祸跟天灾有时难以分别，有些天灾其实是人祸的结果。我们国家的机器是日久呢失修，螺丝松脱，造成民怨的沸腾。政府老旧官僚的蛮憨，改革确实有必要，但处于瞬息万变的今日，更要有历变的智慧。应变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要动起来。尼伯特台风的善后处理，我们看到新政府在这次灾变中至少做到一点。蔡总统在10日呢，即刑事受创甚巨的兰屿；林前院长在台风天隔日呢，即巡查台东，而且当场引拨3亿协助灾害重建。而最近一直受社会各界诟病的国防部呢，于7月6号即发动官兵呢进行救灾，一共出动1万余人次，获得社会的好评。为政之道，贵可久可长，要能长久，不二的法门就是要通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能够通变才算做事。
若能妥善安置老百姓，才不负老百姓的付托。本席以创造力、执行力、协调力、预算力、反省力呢，来检验政府的标准跟程序。希望我们好，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张委员立善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我今天特别要留下这一段话，我相信这是历史的记录，废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将成为历史错误。中华民国105年7月12日是红十字运动最沉痛的一天，立法院通过废止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扼杀长期为人道奉献的天使。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是台湾的不幸，也是国家的悲哀。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创立于民国前8年，当时政府为响应日内瓦公约对各国立法保障红十字组织的呼吁，所以早在民国43年即颁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法》，赋予中华民国红十字会辅佐政府执行伤兵救护、战俘与平民救济、灾变赈济、预防疾病、增进健康、减免灾难等法定的工作事项，所以红十字会也成为全国唯一经立法通过成立且具有法定工作事项的民间组织。红十字会成立至今已有112年的历史。红十字会是依日内瓦公约为了救援战场的伤兵、保护战俘及平民成立的国际性人道救援组织，现今更为国内外重大救备灾而努力。红十字会在国内给予台湾民众很多协助，在国际上也是很重要的正式外交管道。红十字会不管国内与国际救援救灾都积极投入，并获国际肯定，是另类的台湾之光。竟然在自己的国家遭到抹黑摧残，这是何等的悲哀与不幸。历史会记住，一向自诩民主自由的台湾是全世界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废除红十字会法专法的国家。台湾外交处境艰难，民进党以及时代力量的立委扼杀唯一有正式管道与国际接轨的国际性平台，发动愚民政策，将一般社团法与专法的特殊性质混淆，并且污名化红十字会。本席要向各位乡亲报告，国民党的席次太少，无法遏止这么恶劣的行径，保护并主张大家的权利。请大家记住，是谁自废台湾的武功，自断台湾的手脚？赞成废除红十字会专法的人，都是历史的罪人。谢谢张委员。下一位，请徐委员淑华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大家早安。南海仲裁的结果出炉，不但否定了我国传统 U 型线的历史性权利主张，更一举把太平岛的法律地位判定为礁石，所以不能主张200海里的经济海域。这样的一个结果造成举国的哗然，众人无不觉得南海的仲裁法庭实在是凹很大。政府呢，虽然针对此事做了一个立场的声明，但相关的声明的力度以及发表的层级，完全无法反映国人的愤慨，更无法让国际听见台湾的声音与主张。本席认为，政府未在仲裁结果出炉的第一时间，就立即的做出完整并且强力的一个回应，这显示府院国安高层对于仲裁的结果掌握严重不足。而蔡英文总统至今尚未亲自为此事召开国际记者会说明，更显现出政府由上而下对于仲裁结果的态度轻忽，更丝毫看不出来已为未来南海情势恶化做好更进一步的准备。
在如此不利于我国的仲裁结果之下，国内外的舆论甚至美方的压力必定是接踵而来。然而面对这样的一个压力，做法并不是妥协退却，而是更应该坚定地阐述我国长期一贯对于南海诸岛以及周边海域的主权与权利的主张，以及有进一步的、有步骤的能够展开、能够彰显太平岛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岛屿地位的一个行动，坚持南海十一段线的主张，是我国未来在谈判桌最大的一个筹码，不能因为美方的压力而轻易放弃。因此，阶段性的推出具有创意又可巩固太平岛屿的地位的一个政策呢，才是有利于破除并且翻转呢国际社会对于太平岛是礁石的印象以及看法。因此，本席建议蔡英文总统应该亲自召开国际的记者会，强力捍卫我国长期对于南海的主张，并且在记者会上让全体的媒体能够问到饱。这是全国国人与朝野政党一致期盼蔡总统做到的。因此，对于影响我国长期利益甚远的南海仲裁结果，蔡英文政府绝对不能投鼠忌器、心存侥幸，唯有向国际社会强力的发声，并且采取积极实际的行动，表现我国护土保护我们国土的一个决心，才是面对不利南海仲裁结果以及日益严峻的南海形势唯一正确的办法。最后呢，本党党团呢要求蔡英文总统就两岸不通、熊山乱射、南海仲裁等议题立即赴立法院进行国事报告。谢谢徐委员。下一位请黄委员昭顺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就在尼伯特台风的夜晚，尤其是台东地区饱受摧残的时候，我们蔡英文政府居然做了一件事，就是在台风夜请卫福部宣布了能够从加拿大进口狂牛肉的这么重大的案子。我想这么重大的案子令我百思不解，到底狂牛症的加拿大牛肉从停止到现在，我们未来我们可能又在什么时间点又进口了日本核灾附近的食品以及含有瘦肉精的猪肉。目前国人对狂牛症的肉品的安全管理充满着疑虑，但是卫福部不但没有开过相关的公听会，而且高谈用三管五卡来把关，尤其是他的三张证明，如美国农业部兽医官荷花检疫证明、蔬台证明与卫生证明，到底能够让国人保证什么？到今天为止，食药署没有说清楚，也没有讲明白。食药署到加拿大查厂的报告中仍然有余力，包括肉骨饲料线以及第十九例发生狂犬病的同时的牧场的牛只，并没有全面扑杀，而且后续的疫情检疫期都还没有过，也还没有超过七年。比起瑞典、荷兰、日本等国，加拿大牛肉并不是风险最低的，为什么要开放加拿大的牛肉？牛肉是可以由其他国家安全牛肉来取代的，所以本席怀疑到底我们的政府用了什么东西去更换了我们国人最不相信的加拿大牛肉。所以本席在这里要求民进党政府，民进党口口声声说要把食安挂在嘴边，要从源头来把关，但是现在却重新开放，我们很难相信。我们如果食安不能公开、不能透明，而且透过所有的公听会让人民了解的话，我们很难相信民进党政府未来在美猪
以及日本核灾的食物，会不会用同样的手法又选在一个台风夜，或者是大家非常忙碌都无法去回应的时候，又做了同样的宣布？所以我们希望蔡政府能够说清楚、讲明白，还给台湾人民整个全民的健康。以上，谢谢黄委员。下一位，请陈委员移民发言。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今天我要谈的题目是医疗暴力零容忍，修法防治不姑息。就在前天的凌晨，在台湾的中部沙鹿光田医院，有四位护理师被五位家属围殴的发生这样子不幸的事件，造成其中一位护理师甚至有呕吐脑震荡的这些症状，造成医护界极度的不安，也心生恐惧。这种急诊的暴力不仅危害医事人员的身心的安全，同时也妨害了其他病人的就医的权益。根据卫福部的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4月，大概5年多的期间，发生在医院含精神病院的这个暴力的伤害的事件呢，有711件，治安的事件也有1441件，合计超过2100件。其中跟操作型定义的暴力事件也有824件，所以换句话说，其实是有增无减，有这个增加的趋势。但是按现行的医疗法的规定呢，为了保障医事人员跟病患的安全，任何人不得以暴力来恐吓的方法妨碍医疗业务的执行，违者最高罚是50000元，另外的刑事的责任呢，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并科罚金，也是在30万以下。但是呢，以这样子的状况呢，院方也常常是息事宁人，往往在警察机关就跟对方达成和解，而且90%以上的施暴者，他们只是被裁处罚锾，即使进入司法的程序呢，多数被告也被获这个缓刑。所以呢，本席在这边要提出来，修改医疗法第106条。修改刑法，将急诊暴力行为纳入刑法的公共危险罪，同时提高这个刑责，上修到5年以上，罚则到50万。好，以公诉罪好纳入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纳入以公诉罪重办，并对这个预备犯也同样科予刑责。当然，土法不足以自行，修法其实是下下策。本席在此呼吁，除了谴责对医事人员暴力行为外，也呼吁社会大众尊重医疗人员的专业，还给医疗人员一个安全的工作环境。谢谢。谢谢陈委员。下一位，请王委员惠美发言。主席，各位同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庭在台湾时间7月12号下午5点，在荷兰的这个海牙就菲律宾共和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于南海主权争议申请之仲裁做成了裁决。那仲裁结果否定了中国所主张的历史性的一个权利九段线，更认定包括我国领土、我们太平岛在内的南海诸岛是岩礁而不是岛，让中华民国几十年来坚持的太平岛周遭200海里专属经济海域，权利化为乌有。我国从1947年开始主张，在南海的 U 型线内呢，岛屿呢跟相关的海域之主权与管辖权都属于我们中华民国所有，并长期利用南海渔场跟实际管理太平岛。但这次的裁决直接影响我国在南海主权的一个主张，使得我国在南海权利的宣示形同虚言。我国非联合国的会员国，也非中非争端当事国，
更没有参与仲裁审理的过程，在没有征询我方意见的情况下，一纸荒谬不公的一个裁决结果，就直接伤害了我国的一个主权跟国家的利益，委实让人非常的遗憾跟悲愤。这次的仲裁是美中两国政治角力的结果，是蔡英文政府上任之后亲美外交政策的一大挫败。从仲裁出炉后，蔡总统的态度可以看出，对于太平岛的一个降格完全出乎意料。这是否意味着美国所暗示的讯息错误呢？还是蔡英文总统被美国狠狠摆了一道呢？不管原因是什么，对于太平岛降格的一个裁定，本席要呼吁蔡英文总统要立即召开国际记者会，向国际陈述太平岛是岛的一个事实。对于仲裁的结果，中华民国绝不接受。在实际捍卫上，本席要呼吁民进党的政府应尽速采取积极的作为，即刻规划蔡英文总统亲自登岛宣示主权，恢复我们岛上的驻军，加强对于南海这个护渔频繁以及力道。在面对未来南海紧张的情势，也回到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和平互惠、共同开发的方式来进行协商，坚守我们现有的资源跟经济的一个效益，并确保我国渔船渔民的一个安全。本席再次呼吁身为国家总统蔡英文总统必须要随时提醒自己，主权无蓝绿，必须有寸土不可让、寸海不能退的一个决心，捍卫国家的领土跟主权，来重拾我国在南海海域的一个国际地位。谢谢王委员，下一位请林委员立场发言。院长，各位媒体，大家早。落实劳动教育从立专法做起，这阵子劳资纠纷不断，看到新闻的舆论，本席发现，不管是团体也好，网友也好，对于新政府的劳动政策期待越大，失望就越大。台湾的劳工总工时名列全世界前茅，如何改善台湾低薪高工时的困境，全世界都在看。有句话说，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床上，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一张好床。同时，上班族一天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工作，也需要一张好床，让劳工可以安心稳定工作，身心健康。本席认为，提升国民劳动意识的关键作为是在教育，用教育来深化我们的劳动意识。许多台湾劳工从小在学校学习的知识，出社会后，有些却连基本的加班费如何计算、如何休假、什么是非自愿休假、工时等的常识比较没有，更少有人了解什么是工会。目前现有的劳动教育相关的法规只有《劳工教育实施办法》，这个办法还有许多不足的地方，例如不仅没有订定劳动教育应该实施的知识内容以外，也仅在于公司、企业和工会的劳工，没有办法有效地针对学校的学生及雇主实施劳动法令及相关的知识教育，同时也缺乏国家资源投入，劳工教育只留以补助形式，不能切实进行工作平等、劳动人权及劳工团体的价值观。本席呼吁订定劳动教育法，本法的目的正是要求雇主遵守劳动法令，并且增进劳工的权益意识与团体的观念。长远来看，学校团体灌输劳动和知识的价值，才能让青年进行职场之前，不仅可以捍卫自己的劳动权益和面对一些困境，希望政府要重视。谢谢。谢谢林委员。下一位，我们请孔委员文吉发言。主席、各位委员，大家早。
七月十二号，是我们中华民国历史上不能忘记的日子，因为荷兰的海牙国际仲裁法庭正式宣布我们的领土太平岛是一个岩礁，这个是一个严重伤害我们中华民国领土主权的一个仲裁的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由日本籍的庭长刘景俊二他做的一个仲裁的一个决议他认为冲之鸟礁它的土地面积只有 7.86 平方公尺，日本人认为那是一个岛，但是我们的太平岛是510平方公尺，上面有宿舍、有跑道、有营房，但是却被我们海牙法庭鉴定是一个礁岩。我们中华民国政府一定要站在一个坚持寸土不让，而且要捍卫南海主权的立场，要强力的捍卫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但是很可惜，这几天我们只有看到我们立法院在那边吵吵闹闹的，也只看到总统府发布一个声明，然后蔡英文总统呢也只有登上舰艇跟这个官兵做一个精神喊话。我觉得我们这样的一个强度跟主张是不够的，所以呢本席在这里具体的建议，第一个，我们前天内政委员会已经共同决议要建议蔡英文总统要登上太平岛，而且要召开国际记者会这是我们前天内政委员会朝野党团委员共同的决议。但是我觉得这个还不够本席主张立法院是代表我们全国人民的一个国会，我们国会朝野党团应该要发布一个共同声明要坚持太平岛是我们的领土，是一个岛而不是一个岩礁，我们有这个主权，我们有这个主张要捍卫我们当地的领土的权益，还有移民这个做捕鱼的权利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我们建议蔡英文总统应该要召开一个国际记者会，邀请国家的媒体来跟国际正式的宣布太平岛是属于我们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样全世界才知道太平岛是属于中华民国的。第三个，针对我们最近的两岸不通、熊山乱射还有南港仲裁，我们立法院我们国民党团也希望我们朝野党团能够支持蔡英文总统来立法院做一个国情的一个报告。那最后呢，就是我们也希望恢复我们派遣海军陆战队到太平岛前面驻军来强力的宣示太平岛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谢谢孔委员。下一位，我们请林委员德福发言。主席苏院长还有郑院长还有我们在座所有与会的各位同仁，我想这一次在七月十二号国际仲裁法庭海牙法庭仲裁的结果，我想我们大家都不能接受尤其这个仲裁以后我们所看到的，我们的太平岛变成一个礁，而且我们本院的委员同仁，其实不管在朝在野，大家对外应该要一致，还说在整个太平岛周围没有我们的经济海域，我想这个实在是很丢脸。因为我讲太平岛，我们可以说几十年来，我们经常有国军需要去运补，而且太平岛上面有淡水可以养殖这个牲畜，还可以种菜，可以提供让人住结果在海牙法庭仲裁变成一个岛变成礁这个实在是让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那你看日本他们的冲之鸟，它是一个礁，它只有九平方公尺，不到三平大，结果他说他是岛，这个好像有一点让人家看得不飒飒。所以说我认为蔡英文总统，你应该
在当下就要召开国际记者会来强力的表达，甚至于要登岛去主张我们的主权、哦、那甚至于说我们的 U11 断线你都不敢表达，我认为这个实在是、哦、有时身为一位国家领导人，一个总统应该维护我们的主权，维护我们的国土应该有的作为。所以说站在我们本院、不管在朝在野大家的立场，应该要求、蔡英文总统来立法院来做报告、哦、因为你身为三军统帅，你一定要有护土护渔、的一个想法，而且要有作为、哦、不能说我们变成美国的一个儿皇帝，因为这段时间我们所看到的不是美国讲怎么样我们就配合怎么样、哦、那我们一定要捍卫我们的主权，要保护我们的渔民。我认为说太平岛它是岛不是礁、哦、那总统要是登岛的话也是捍卫我们主权的一种，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强烈的要求表达、呼吁蔡总统一定要到立法院来做国情报告。以上。谢谢林委员。简委员东明对国事论坛之书面意见列入公报记录。登记国事论坛花园的委员均已花园完毕。报告院会，国民党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分别请求就邀请总统至本院国情报告及南海议题进行协商。上午十时，请各党团负责人到议场三楼进行党团协商。现在休息。
请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报告院会，出席委员103人，已足法定人数。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报告院会，立法院第9届第一会期第20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7月12日上午9:01至9:29，10:02至11:51，下午2:30至5:38，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吴委员、志扬等113人，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9届第一会期第19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至44案、第82案至第173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处理，或交付相关委员会。第45案至第81案均决定同意撤回。第174案决定改交财政、内政、经济三委员会处理。第175案至207案为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所提之报告案。第108案至212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会提案之延处情形。执行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37件，乙，本院委员执行部分28件。讨论事项第一案决议，协商后再行处理。第二案决议另定期处理。第3案、第4案、第6案、第7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5案决议交长团进行协商。第8案决议下次会议进行三读。第9案决议交付党团协商，并由国民党党团负责召集协商。第10案决议予以会址。第11案决议另定期处理。其他事项：一、105年7月12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一项；二、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延长开会时间，经表决结果予以通过。宣读完毕。好，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做以下之宣告：第20次会议议事录确定，请宣读第二案。总统自司法院大法官聘为院长赖浩铭，大法官聘为副院长苏永清，呈请辞职，均予照准。自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规定，提名谢文定为司法院大法官，聘为院长；林景芳为大法官，聘为副院长。咨请同一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会交全院委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有异。无异。啊，第二案呢？第二案。好，第二案无异通过。第三案。第3案，本院委员许淑华等14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缮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报告事项第3案，有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啊！你们改提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啊，自己啊，个人反对。好，那按您7分钟啊。国民党党团对报告事项第3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请议事人员宣读国民党党团提议之内容。好，你要让我们来宣读你们异议的内容啊。好，请各位回座啊。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让我们来宣读国民党党团异议的内容。我们要宣读啊！我们在处理啊！您都在点点吗？不，我好来好来。国民党党团针对本次会议报告事项第3案，委员许淑华等17人拟具《洗钱防治法修正草案》，建请改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针对刚才国民党党团
将第三案改交司法及法制经济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好，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按您七分钟。等一下，好啦，等一下，一步一步来嘛，哈，一步一步来，哈，好不好？一步一步来啦，哈。
好，现在要来处理针对报告事项第三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啊，所以现在请各位先检查我们的表决卡有没有都已经分发完毕啊，检查一下。那么点名表决还是要经过大会的同意，所以我们现在要进行的表决就是是否采用点名表决的表决哦。好，这个要大家要好。好，这个要提案点名表决是要经过院会通过啊。你看议事规则，请来看议事规则啊，看一下议事规则。爸，你来看议事规则，请看议事规则啊。好，来，请看议事规则。好，那么这个国民党党团建议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采用记名表决处理啊。好，现在我们要开始进行表决哦。那么就是表决要不要记名表决啊？那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告院会，现在我们来宣告表决的结果。那么赞成出席103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0人。所以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不通过用点名表决，我们就依照我们的议事程序，现在我们进行报告事项第三案的表决。那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好，报告院会，我们现在要来宣布表决的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4人，反对70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现在啊，国民党党团建议本案重复表决。那么我们现在进行重复表决。重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现在我们来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2人，反对71人，弃权1人，赞成者少数啊，赞成者少数。那么本案还是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四案。第四案，本院委员杨耀等16人拟具《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第19条及第19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委员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委员会有异。报告事项第四案，现在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有异。这个国民党党团有异议，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请问大家有没有异议？好，那么我们还是要进行表决啊。那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现在我们就开始进行表决，是否采用点名表决？报告事项第四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
我们现在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现在我们开始表决。第四案，国民党党团针对报告事项第四案程序委员会的意见有异的部分，那么赞成请按赞成，反对请按反对，弃权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好，等一下，等一下。大家现在是表决第四案，他每个异议啊，他每次要交什么委员会？他们就是退回程序委员会嘛。好，那我们。我们现在来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2人，赞成34人，反对68人，弃权0人。本案第四案，我们就照程序委员会意见，将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请宣读第五案。本院委员杨耀等17人凝聚《海岸巡防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另请交内政委员会审查。好，来，那针对第四案，我们来重复表决啊。那么我们现在赞成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院会现在来宣读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那么本案我们就交报事项第四案。
我们依照程序委员会意见，将本案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现在请宣，在宣读第五案之前，刚才卢秀燕那个。好，那么请宣读第五案。第五案，本院委员杨耀等十七人拟具《海岸巡防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会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会审查。委员会有意。好。那么在处理第五案之前，卢委员秀院声明，对刚才两次表决以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纳入公报记录。报事项第五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现在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那么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院会现在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我们现在开始进行针对报告事项第五案程序委员会意见。针对程序委员会意见有异议的表决，那么赞成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报院会现在来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案。第六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19人拟具。好，来，好，重复表决。来，国民党党团提议建议本案重复表决，那么。报告事项第五案，国民党党团异议，赞成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
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第六案哈，第二案都结束了。啊，舞落去，舞到半暝嘛，我真无变。报宴会现在宣布表决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请宣读第六案。第六案，本院委员洪宗义等19人拟具《平均地权条例》第40条、第81条之二及第8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程序委员会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报事项第六案，现有国民党党团有异议，请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针对国民党的异议，有没有异议？哦，针对国民党的异议，有没有异议？哦，国民党有异议，好，有异议，那么我们就进行表决。那么报事项第六案，国民党党团提议点名表决。现在表决进行，是否采用点名表决？赞成国民党党团提议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现在来宣布表决结果：出席99人，赞成32人，反对67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提议不通过。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你们用书面来哈，来讲一下。报告事项第六案，国民党党团的异议，赞成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
报案会现在宣布表决的结果：出席104人，赞成33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照程序委员会意见通过。啊，好，那个，好来，对，这个就是重复表决的。好，好，现在国民党党团提议建议本案重复表决。那么赞成者，现在进行重复表决。赞成者请按赞成，反对者请按反对，弃权者请按弃权。记名表决，时间1分钟，现在开始。报案会，我们来宣布重复表决的结果：出席105人，赞成34人，反对71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奏如下决定。本案将本案交内政委员会审查。陈委员、雪生、陈委员、学胜、郑委员、天才声明，对刚才所有表决与国民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案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下午2:30继续开会，现在休息。